相互不散之龙之仙无笑容加满千户如破竹一世之尊不求功名世俗一切美无不自他征途龙少年之风之在苍穹雷光闪烁人影流风徒留低首萧瑟声花败落别双色飞出桥深笑可否闻笛奏簪花落引开我山河看一抹起舞飞过深海前路看那种回折失落一处荣华不慕不知身与相助一剑雕几苦神机仙足风霜雪雨拦不顿剑架上斩地闯无辜荣华不慕不知身与相助一剑雕几苦神机仙足风霜雪雨拦不顿剑架上斩地闯无辜一世之子不为名禄不求功名世俗不自他征途一世独孤我有我征途这猛虎之翼对我修行猛虎拳肯定大有帮助但是这威压太大了是哎董源哎好小子你还真突破五道三重了现在连兄弟我都瞒着吗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天天不是修炼就是出宗门任务我哪找得到你啊哎你五道三重也该进外门了外门弟子那点俸禄根本不够日常修炼用的不去接宗门任务哪有钱修炼啊哎万恶的金钱啊看来哪个世界都一样你怎么住这里了也没什么杂役房那太挤也不方便练功我就搬出来了一定是周平那家伙又是阴招了对不对仗着他爹是长老他哥是外门十大高手就为所欲为也太无法无天了算了小小一个周平我还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才像话走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这是庚子年六月十八时节次养生丹丸庚子年八月二十六时节次养神丹三枚庚子年十月初六冬日天寒时节次黄金百两天之一物哎难怪当时控制不住身体兄弟你这情债难背啊可这苏子瑶态度转变也太大了这话放弃难得这份机缘继续参悟
一日为奴，终身有因，有因又如何？林云，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我自己说了算。这奴林云他来干什么？区区一个贱奴，仗着苏世杰清白，连宗武堂都敢进，可不是吗？还不够丢人的。见过杨执事。剑奴凌云是，哼，我听说过你，你的杨剑术在宗门也算得上赫赫有名啊。前辈过奖，今日晚辈来是因为已经突破五道三重，按宗规，我可以申请成为外门弟子。确实，宗门祖训，凡修为达到五道三重者，无论是何出身，皆可成为外门弟子。但是你不行。哼，这青云宗宗规第十八条明文规定，所有弟子只要达到五道三重都可以进入外门。青云宗第三代掌门老祖甚至专门批注，杂役贱奴皆不例外。难道前辈早已在这青云宗一手遮天，欺上瞒下，自己做了一份新门规？放肆！勾陷宗门执事，小心我将你杖责四十，在官道思过崖反省。哼，前辈不会是在威胁我吧？宗规二十二条，凡利用职务之便威胁门内弟子，以达目的，异于常态，其修为因此如此犀利，完全是另一番宗派。我只是对宗门负责，你自己说说。你这一身修为有多少是你自己修炼来的？宗门要一个靠丹药才能突破五到三重的人，有什么用呢？哼，我也不为难你，在场的弟子你随便挑，只要你能坚持十招不倒，我便让你进入外门。此话当真？我还能骗你不成？但你要是没能撑过，就给我滚回洗剑阁，好好做你的剑奴。杨执事，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吧？丹药提升上来的也是五道三重啊，不能因为他是废物就否认人家的修为啊。这样，师兄帮你，你能在我手下走过五招，我替你求求情。前辈，这可是你说的，我在周师兄手下撑过五招就可以进入外门，对不对？千真万确。哼，周师兄，请。哼，好，就让我教教你怎么做人。一招。哼。两招。三招。四。马上第五招了，师兄。一世独尊动画原著来了，朋友们可在七猫小说、纵横小说上阅读，扫描二维码下载纵横小说 APP， 让我们一起见证凌云崛起之路。四剑魔还没完，长林魔兔，山林，八戒少宗主。既是同门，你便负责为他发放外门宗符、入门功法与兵刃吧。五到三重可以修炼的功法都在这儿了。这流风剑法虽说以威力见长，但修炼起来极其考验悟性。剑兄，以后请多关照。那是，去吃我，这下有关。若思虑伤及，变成离散离场。